Mega Home 电器与家居展又来啦！即日起到星期天早上十一点到晚上九点，趁这几天 Trust Buys Arena 大扫货，这一次的年终大促销 promotion 真的很多。要买家具、电器、家居用品的朋友，你肯定不要找波啦！现场有超过500个品牌，每天守100位，还获得200块早鸟折扣。他们有很多 early bird promotions。去到现场，先去高登免费注册会员，一旦注册完毕，直接拿到500 M points， 还能兑换指定商品。那么多好康优惠，现在不来要等几时？房间最重要的一定是你的床褥，去到现场的你可以直接亲身体验，要摸、要坐、要躺，随你喜欢。沙发套组就不用我多讲，要什么颜色的这里都有。这里还有的给你定做戈登，颜色、材质都能选。家里要安装电视柜，还是要看房间的衣柜，你都可以过去走走看看。洗手台能切菜、能洗手，这种多功能的洗手台一举两得。他说传统的 gas 炉不安全，可以选择电磁炉，煮的一手好菜。当然要有一张漂亮的餐桌来陪衬，净水器、过滤器你都能在家居展看得到。家里有一台洗地机，省时又省力。要看洗衣机啦、冰箱啦，这里都有啦。马来西亚一年365天都那么热，不装冷气哪里可以？高清画质智能电视，不同品牌、不同尺寸，就看你喜欢哪一个。平时出门常常忘记带钥匙，直接将门锁换去智能 digital lock， 按密码还是指纹辨别就能开门。老人家还是行动不便，或是 bug 很远，他们有 shuttle van 再送。家居展直到这个星期天，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啦！